你更小啊！你如果超过哦，我唔知哦，我报警哦。你报啊！啊，你是？哎，你！四号，四号，四号，应该啦！四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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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创啥？甲恁洗面啦！未更小，破坏咱家庭，搁敢找客兄来斗酒厅？狐狸精就是狐狸精，臭查某！你这只狐狸精哦，辛苦的臭味哦，安怎呛都呛袂掉啦！养鸡做几号都好尔。这就是你破坏人家庭的下场啦！你是要耍袂啊？为做呢？把手紧紧犹在你欺负我，我今晚就报警叫你。你有时间报警，不如家己好好反省一下，卖个破坏人家庭啦！臭查某，咱会行？臭查某，应该啦！你是？哈哈！你，我操！我去，是累了，为着要保护我海丽红，不敢你。那是你把好事嘞，拢是我拖累你。这下你叫我，每个叫你歹听，应该是我个人坏事嘞。所有有过，我来承担。先进去啊！我看，要是等去诊所洗洗，较紧啦吼。你哪会这么厚面皮啊？让人讲到这么歹听，都讲到这么亲密。敢知影介绍这两年要安怎？所以拄好遐个人，是你出来的心。是我安怎？你敢怕我？不怕你是因为你想超过啊！我本来阁想要徛伫你立场替你想的，结果你是查甫，值得我安尼做？你家己的婚姻出问题，我检讨家己一直在怪罪别人，之前阁叫人来伤我，至少伤害阮爸爸。今仔阁叫人来骂我油菜，想要伫大家面头前给我歹看。我淑娟，我之前一直看在咱白白是查某人的份上，同情你，吞忍你。结果你煞软土轻骨，一点都唔知要控制你家己。你真正是欺笑，是，我是欺笑啊。要唔讲我欺笑，是乎你两个人白白。弟弟讲，我的婚姻有问题，唔是。是你为着要暗害你的介绍台，再找理由的。你就爱讲良心吗？我看到你跟罗俊做伙，有偌济过啊？也讲，拄开始的时阵，恁两个人偷来暗去，到即马嘞，光明正大，讲予记者拍到，你敢有靠这罗太太较了解来啊？你伫讲，你伫咧吞论我，是我伫咧吞论你。明明是你连破坏我家庭，即摆阁怪我，阁讲我唔对。邱如梅，你实在有够可恶！你为什么阁拍我？我跟你讲，你之前已经侮辱过我许多次，已经有够啊！我绝对袂阁忍耐，有才你后背乱来，我无做唔对，我已经受到你安尼对待。以后你若是阁有啥物手段想要伤害我身边的人，包括志良。我一定跟你去考到底。好，那你就再试看卖。淑娟，你较冷静嘞。离婚是咱两个的代志，你给咱家来说，哪个所有人都知影，对你对我，够什么好处？我再讲，离婚该如何？砍头一百，你是不乖。你是不乖，那你看嘞，我就是人认定，错人欺负我，人爬去头壳顶。今麦所有代志，如果我是我唔对。这个鬼，我是要让腾论啊！我今嘛就要让你受到大家公开审判，让大家知影你是安怎对不起我的，安尼我才欢喜，我才爽快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你若是一直要安尼做，受到伤害，恐也唔难稳，也够有你家己。不要紧啦，就是要跟你做坏事哦，我甘愿啦。我不可能让你两个人，我好你这鬼，那你糟蹋我。绝对后悔！今天跟差不多啊，吼。是啊，多谢。应该是我该跟你说多谢才对，
拄则那不是因为你保护我，即马风破到规身躯拢摇柴人，就是我啦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那不是我甲苏俊闹干呢，你嘛袂得加咯，我能补偿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我知影，你嘛不希望代志变到安尼。你先直接休困一下，我等去找阮爸的衫来给你换。我听苏军讲，你个坦白，甲讲也是甲较早同款，对我有感情心。我。其实我跟你同款，这么多年啊，我从来拢无一天跟你放袂记你。不管我是陈志良还是罗军，你伫伫我心肝内上深的所在。我想安尼，我才为国回来，都来向吴三台报仇一个。我想要知影，你过得好无？有什么个过去的呢？天天来吹笑白笑的，如今重新找当啊！你莫再讲这款话啦！你莫袂记得你即卖的身份，你还是苏俊的翁婿，你是有太太的人诶！我就是知我的身份，而且一定唔敢甲我心内个讲出来。但我即卖人生已过一半。囡仔嘛拢大汉啦，因一个一个，拢要照顾，想要家己幸福。然后我咧，要继续安尼欺骗家己，我嘛家己心肝内感情，过着迄种是真正我的生活。过去咱的爱情，确实予人真难忘，也毋过可惜命运安排。让咱的姻缘受伤心去，时间无法度倒退。即卖的你，是甲苏娟有约束一世人的人，你袂当因为你想要做等你家己，就甲这个婚姻带一边。我嘛袂允许你安尼做，就亲像我袂让苏娟去伤害着我身躯边的人同款。我嘛无可能，让你因为我，就去伤害到你的太太。你讲我拢了解，我无可能，让你因为我去承担第三者的罪名。所以我们来拼性命，也唔敢我对你的感情，想继续完成我对苏娟的约束，照顾一世人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我两只猫。对任何代志角度、甲看法拢完全无同款啦。尤其伫做出安尼失去你滴代志以后，我感觉我那人我都继续生活落去啊。志良，我是真心希望你会当阁考虑一下。阿公阿公，苏娟甲你结婚遐尼侪年啊，就参像伊讲的。伊为你付出遐尼侪年的青春甲心血，啊！你即马煞要甲伊一刀两断，伊当然嘛会唔甘愿啊！感情是上后面的付出，我为着迄个家庭，我付出真侪，我真用心伫经营这个婚姻，啊！不过即马感觉我忝啊！我真正无得靠你这么来落去啊！那是你应该去解决的问题。现在对我来讲哦，上重要的人就是阮爸爸。我的未来就是要好好照顾伊，把伊想看到的诊所修好掉。啊，其他对我来讲，我无期待，我无重要。